样，咸的，上面有料的，只要49哦，两片，两片，一片，像它这种是涂酱的。2片39，2片39，那一片不到20，一片不到20，而且它有十种口味，是不是要买100片才有这个价格？不用，你就是最低就是2入，一片才39，对啊，可以吃两餐。还有你喜欢的红豆，红豆有红豆花生，时尚红豆。而且它的厚片全部都是用鲜奶做的，它没有加任何一滴水，不是花生酱。对，不要相信你的眼睛，要相信你的舌头。它只是很香而已，吃了才知道。而且你不觉得它的厚片吃起来不干吗？哦，对，绵密，还有那个爽味的。你说多少钱？方便呢。抹酱的是39两入，有，然后上面的是两入49，上面有料的是2片49。哇，一片不到，这是好东西。对，这个还有，这个是海鲜。总会，对，青江面条，料也好多，跟你刚刚的披萨好像哦，真的，蘑菇、蟹肉棒、青豆，好便宜哦。然后它最香的是这个，它这个的大蒜酱里面这个绿绿的是巴西里，就是外国的香菜，然后切碎，真材实料，这个 OK， 这店很好吃，很方便。早餐那很划算，或是下午茶。上班很赶的时候就丢一片进去，真的。对，你们小孩子应该可以哦，所以一片就顶了。好贵啊！真的，再次跟观众朋友报告。它看起来跟吃起来感觉不同，一路我们最后才拿这个来吃，就这个最好吃，真的，最简单，可是它最好吃，它的香气超级浓郁。那你刚刚说意大利面啊，那炒饭啊，结果那么便宜，而且还可以团购寄到你家，太棒，是最棒的。哎，资讯要提供给观众朋友。FB， 你们现在千万不要睡觉，先滑一下。手机上我们的 FB， 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资讯都告诉你。耶！谢谢，谢谢两位。为什么是整人大师？真的很十几年来的累积，必须你第二弹。刚才本来想说帮我经纪人报仇，让跟小经纪人，殊不知我被粉将一军，信手拈来。